非常尖锐的一个分享。那这一课呢，就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我用很短的时间，从第一章以下分享到28章，很短很短的时间。OK， 这个马太福音呢，尼托生说是比启示录难读10倍。啊，马太福音是讲的天国啊，是讲的天国。这个我们这个原文的这个学者马爷爷他说，我一生最爱两个马太，一个是马太太，一个是马太福音。所以他就是夜以继日在钻研这个钻研这个马太福音呢，钻研了一生啊。所以到最后的这个阶段，我们是常常在一起啊，他喜欢两个人说。这两个人说的圣经根据在哪里，就是以马忤斯路上两个人啊在这说的时候，耶稣就同着他们，和他们亲自和他们接近。那这个等他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忽然不见了，不是不在了，是看不见的同在。所以那就是说，我们呢这个两个人彼此对说的时候，看不见的同在，耶稣给我们接近啊。接近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跟我们说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当我们在彼此谈论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、读经的时候，你都火热了，那就是主的同在的明证啊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一个原则。所以这个马老弟兄呢，他就是特别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谈呐，彼此谈论，彼此谈论相问的时候。那这个马太福音这么样的难度，他这个通过跟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研读啊、查考啊、彼此对说呀，圣灵就亲自接经。那马太福音有这几个重点，我就先把这个重点说一下。第一，五灵；第二，八福；第三，八福；第三，五灵，五个灵，五次提到灵，五灵，八福，八样福，五分福，两体现。一使命，两使命，就是这几个要点，几个要点。但是在这个几个要点中，我还要谈加上三点三个点。一个点呢，就是这个耶稣的受洗啊。第二点呢是圣餐，加这个两点，五灵八福五分福两体现。一使命，这个两个胜利，两个要点啊，那一个就是洗礼，一个是圣餐。这个五灵，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，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，这个，然后接下来。这个耶稣这个约翰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，
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啊，第二次啊，第三次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，第四次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。第五次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个虚心这个字原来是灵力贫穷，灵啊，灵力贫穷。这五个灵啊，五个灵啊，五个灵，灵是赐生命的灵，是生命的灵，这个综合起来，这个耶稣从圣灵怀了孕啊，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，不但怀孕了，生出耶稣了。那么一个人信耶稣，这个得重生，是谁和圣灵生的啊？谁和圣灵生的？这个圣灵来了，它的主要功用是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啊，这是这个是生命的灵，是生命的灵。说这个五灵啊，这五个灵，我们要抓住，我们要把握住，要查考这五个灵，要认识这个五个灵。这五个灵说到这个我就很跳跃的往前说。说到这个八福的时候，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它的原文就是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。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下头是天国是他们的，是现在式的啊。灵力贫穷，这个贫穷啊，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，乞丐，好像一个人需要空气那样，没有这个空气就活不成了。这样来这个渴慕圣灵，渴慕圣灵。如果是这样渴慕圣灵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灵力这样贫穷，需要圣灵，像需要空气一样，这人就有福了。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进天国的一个入门，进天国的条件啊，重生进天国啊，是靠圣灵和水啊，借着圣灵和水而生的。这就是这个八福的第一福啊，第一福。八福第一福你就已经进了天国，天国是你的了。接下来这个七福是什么呢？是你在天国的里边保守在那个第一福里边，就自然就会有这种情况。因为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什么是哀痛呢？我们一看圣经的原文，哀痛是新郎不在了就哀痛了。什么是新郎不在了？耶稣不在了。什么时候耶稣离开了你啊，你心里就感到哎呀孤苦啊，无依啊，这个时候你心里感到悲伤啊，悲哀啊，这样叫哀痛啊。哀痛的时候，需要我们主的时候，你有福了，你就必得安慰，就必然会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就守在这个灵里，对灵里那个饥渴的里边。那下边的都是关乎我们在这个与这个
在这个令里边啊，在这个这个在这个天国里，饥渴慕义，这个啊，这个虚心啊，我们虚心，我们渴慕令，这后边生命啊，必然会遇见的这种情节，一直到最后是唯一受逼迫的，为主受逼迫的人，有福了。这个有福了，也是，天国就是你们的啊。那这就是说，这个唯一受逼迫，我们再看，这个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，这个第四章。我们现在是讲到了第五章，也甚至到第七章了。我们现在回到第四章，那一个第四个令，就是圣灵引导啊，耶稣到旷野里干什么的？受魔鬼的试探，受魔鬼的试探啊。那这个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唯一受逼迫的啊，为我受逼迫的人，有福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借着这个试探，试验你的生命里边有多少耶稣的成分啊。你若是能够承受这个甘心乐意的承受，得胜的承受，那你就是天国的，天国就是你的。这个到八福的时候说完的时候就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如果是守在这个八福的第一福里，也就能够这个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进天国靠圣灵饥渴慕义，这个进天国，这个信耶稣进天国，这个靠圣灵，就能够得这个胜过试探，就能够得胜，我们的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感谢神。接下来啊，这是第一吩咐啊，第一吩咐就是耶稣啊上了山，门徒都这个进前来，耶稣就这个开口教训他们说，然后说这个到第七章末了，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说，耶稣说完了以上的话，吩咐完了以上的话，这就是第一个吩咐，这就是第一个吩咐。那么我们查一下，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上已经说了五个这样的开头，五个这样的结尾，说到最后的一个吩咐的时候，说耶稣说完了以上一切的话，就是吩咐完了以上一切的话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吩咐呢？这个吩咐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都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耶稣吩咐我们的，叫我们教训人遵守，就是叫我们把耶稣吩咐的来吩咐，来教导人遵守。那耶稣吩咐是啥呢？耶稣吩咐在哪里呢？耶稣说的话都是吩咐，圣经的真理都是神的话。那什么是准确的说，耶稣所指的那个吩咐是什么呢？好，从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，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，这个最后结束啊，耶稣吩咐门徒说，耶稣吩咐完了以上一切的话，我们这样就可以看见，这是第一个吩咐，然后第二个吩咐，第三个吩咐。好，这个五令八福五吩咐里边有五个吩咐，你们可以翻一下，画一下，哪个是一个吩咐，哪是第二吩咐，哪是第三吩咐，哪是第四吩咐，哪是第五吩咐。现在我要说到的是第四吩咐，那第四吩咐。第四吩咐是在16章到18章啊，16到18章。
这是说这个第四个吩咐是说到了关于教会，关于教会，这个说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已经这几天提到了好几次了。耶稣到受难周，就是他最后要离世升天啊，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同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这是马太福音16章。他的心里很忧愁，啊，我来到世界上33年半了，我马上要离开世界，回到父那里去了。人们都认识我，不认识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所以他忧愁，就问大家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咱们大家都很熟悉，我就不再说了。只有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好，他一听见这个就高兴了。西门巴约拿：“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话不是人所指示的，那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的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权势所不能胜过的。”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。是在这里，他要把他的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教会的根基啊，教会的苦难呐、啊，这个试炼呐、啊，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呢？就是蒙圣灵的启示，认识耶稣，是基督。就是王受膏抹做君王，做天国的王，做永生的王，永世的王。这个是阴间的权势，是上帝的儿子啊！你是基督，你是做永世的王，天国的王的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这就意思就是一个不死的，是个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国度，永恒的国度。所以，耶稣一听到这个彼得这样认识，他就说：“好，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认识的磐石上。”你说教会的这个失败呀、软弱呀、堕落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直而言之，不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一个永活的神，已经把我们救到他的永世国度里了。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即便是叫我们受苦。他有赏赐啊，即便是叫我们受死啊，那我们有美好的复活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根基上，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，就是他是复活的，他是永生的，他是复活的，他来做我们王了，做我们救主，做我们王了。所以这一点，这就是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。是阴间权势说不能够胜过的这个磐石，在这个上边来建造的。那我要说的，接下来就是这个量体现。那耶稣会很放心了，很高兴了啊。接着就在说，因为知道他是复活的主了，永生的王了，上帝的儿子了，所以说，那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赔交给罪人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接下来说，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些话都说了。即便是把这些话都这个心里话，这么摸着地里交代给门徒们、使徒们，但是就这个彼得马上说："这是万不可领到你，不让他去，不让他去。一说不让他去。"那他心里马上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。你看，你既然认识我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来作王了，我死了不是为了担当人的罪吗？我死了我不是要复活吗？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啊！你已经认识了呀！我是基督，我要作王，我要牧养这个列国，我要管理，我要这个牧养任何一个灵魂呐。
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？所以转回来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是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这就是说，这就是说两体现啊。我们这个人呢，是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想说这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两个体现，两个体现，两个体身体的体，表现的现，就是身体体现出来啊。不是，就是说这一这个彼得这个身体是体现了人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体贴住人的这个意思了。你体现出来的是人的意思啊，你是爱你这个老师，你这个爱从哪里来的？从人来的啊，人的友情爱来的，人的师生的感情啊，这个人的那个价值观，要按说他舍不得的老师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对，一个是你这个心借着你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意思啊，人的意思就是撒旦啊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要体贴神的意思，那当然就是属于神了。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现啊，我们身我这个人怎么看见他的，借助他的身体把他显出来了啊，这就是这是一个量体现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也是说身体啊，团体啊，也常常说体现啊，集体啊，等等等等，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身体现的是你，身体的是你啊，体现的是体，就是现体现身体的显，我们这个人是看不见的，我们这个是本质是看不见的，我们是知道我们的思想活动是看不见的，是借着你的这个身体显出来了，这个体现。所以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你是魔鬼；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啊，你没有把在你的身体上把神的意思显出来、体现出来。这个两个体现呢，这就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。一个属灵的诀窍啊。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就是这个我前天已经说了，这个马太福音说的是体现，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说的都是体现啊，我们体现的是谁啊？我们特别现在这个挑选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，啊，保罗给提摩太写信说：“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。”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如神显现啊。我们这几节圣经大部分都会背，可是我们对它的意思很含糊啊。可是今天在这一次我们的分享中，我盼望这个是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属灵的诀窍，说这个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，怎样行。这家是谁的？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就是活神的啊。永活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，大呀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啊！无人不以为然是什么呢？
就是神在如神显现。神在如神显现，叫我们心里很直接的想到，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把他显明出来，就是把他体现出来，耶稣体现了父神，没有人看见神。那么又门徒们问耶稣说：“求你将父显给我看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与你们同在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说把父显给我你们看呢？你们看见了，我就看见了父。”就是耶稣是借着这个如神显现体现了父身体，体现了父。那这里是说，就是神在如神显现啊，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如神显现。这个神在如神显现不是指的耶稣，是神借着我们他的教会把它显现出来，把它体现出来啊。所以说这个教会的原文里也不是个教，也不是个会，也不是音译，也不是意义，但是是照着罗马天主教那种这个传统，是一个建筑物啊，说这是个教会，是个学校，是个教会啊，是这样。其实是一个体现，这个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这个永生神的家，就是神在如神显现，神在我们的如身上，这些人的如身上把神显出来，这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真意在这里啊。就说耶稣体现了，在他的身体上体现了父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我们身上体现耶稣，把耶稣活出来，体现出来。所以刚才弟兄说的这个消息上说，新疆也好，西藏也好，那我们要是在那里把耶稣体现出来，神在我们的如身上显现出来，这就是皆大欢喜了。也不管是功利主义的政府也好，也不管是这个陪这个异教邪教说捆绑的灵魂也好，感谢神，都得到了自由，都得到了释放，都得到了祝福，都得到了荣耀的释放，感谢神啊。所以说这是这个两个体现啊。我们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体现了撒旦啊，我们体贴神的意思，我们就神在如神显现。阿们。说这就是我们信仰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啊，这就是海心的海心，实质的实质啊，焦点的焦点啊，感谢神。这是生命的真理呀，感谢神。好，两体现，一使命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使命啊，我们都是执行耶稣基督大使命，但是这个大使命是怎样？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都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啊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以上的五个吩咐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样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好像读着很通俗很顺流而下都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过去了回北，不知道里头那个内涵是何等的神圣啊。就是我就天天同着你们做结束这个时代，引进基督国度新时代的服饰，结束这个旧的时代，引进新时代的服饰，结束这个体贴人的意思，引进体贴神的意思，彰显神的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服饰好。
说到这个地方，我就再转回来说两个重点，两个重点。一个重点，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十五、十六、十七节，这个耶稣啊，到约旦河来受约翰的洗礼。这个约翰，他早已经得到了神的指示启示，所以他一看见耶稣到他这里受洗，他说：“我应该到你这里来受洗，你怎么反到我这里来了呢？”接着，耶稣这是在新约书上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已经早得到启示了，他已经得到启示了啊，已经得到启示了。对对对，好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你暂且许我，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。这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。你暂且许我，他没有说你应当这样尽主般的义，我应该这样尽主般的义，你们应该这样尽主般的义。他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，就是我跟你们，我替你们，我同着你们，我带着你们，带着什么的？带着整个人类的罪，死了。那这个死是我们怎么知道是死了的？是保罗说到洗礼的时候，是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。旧人和他一同埋葬，这样他在水里死，浸到水里死了埋了，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说是，这个我们这样，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，这就是天国的这个一般的义也好。两般的义也好，百般的义也好，主般的义也好，都是这样尽。怎么尽的？旧人死了，旧人埋了，已经不是旧人了，是新人了，活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了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成为一个新造的，成为一个进入复活的这个境界了。活出来这样生命的时候，好，这才是天国要求的那个行义的那个载体，你成了这个行义的载体了。好，那耶稣呢？耶稣啊，他也没有死上，但是他是一个典礼，是个仪式，是一个宣告，我要这样。我要带着你们，同着你们，带着整个人类的罪，我要这样死，我要这样埋葬，然后我要这样，我复活了。所以呢，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这个天门久未出人闭，这人亚当夏娃犯罪取出伊甸园以后，神就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住了生命树的道路。人也再不能够进去了，关了，永生的门关了。但是当耶稣代替人类的罪，宣告要死，要埋葬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宣告，这是一个仪式，这是一个表明，这是一个决心。感谢神，好，天就开了，天为整个人类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宣告。这种神圣的庄严的这样一个宣告啊，天开了，为整个人类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，并且就是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感谢神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，这是我的爱子，还不是说你是我的爱子，他是我的爱子，是这是我的爱子。那是他的爱子啊，就是像耶稣一样，旧人死，
脉脏心人火，这样的人就是他的爱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需要的。感谢神。所以这样啊，这样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这可以说呀，是一个天国的一个开国大典，这比圣诞节还庄重呢。圣诞节的时候有天使天君啊，有金星，有这个牧羊人，有博士，我们全世界都在纪念圣诞节，因为天地之间发生了这么的啊，这个神圣庄严啊，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我们现在谁都知道圣诞节，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节庆啊，这是个什么节庆呢？是天国的王啊，要这个就职的一个仪式。这个仪式有哪些这个天地之间有哪一些大的行动呢？好，圣子、圣灵、圣父，三位一体真神都在这里。有所有的罪人啊，他们来约旦河这个受洗的这些罪人在这里。有这个这些罪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约翰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就是这些承受将来愤怒，要逃避承受将来命定的愤怒的这一些毒蛇的种类。毒蛇的种类是谁的？你看他们里面说有文士，有法利赛人，有撒杜该人。这些人，撒杜该人是当时的政治家啊，社会名流政治家，法利赛人是宗教家，文士是高知识分子，这些都是世上的名流啊。那约翰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是将来承受这个要承受将来愤怒的。谁支持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说这些人在这里。耶稣说，我们是什么的？把这些人都担当了，都带在里边担当了啊，有这一些代表啊。那还有这个划时代的这个先锋施洗约翰。说施洗约翰，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但是他又说，天国最小的一个也比他大。说这个话说的真是太风趣了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的，但是天国的就是圣灵生的，就是从死了埋葬了然后复活进入天国的这个新生命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所以呢，他是个谁的？他是个划时代的人，划时代的人。世界这个历史上有几个划时代的人？那你比如说诺亚是个划时代的人，他怎么划时代的？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的时候，人在地上躲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交合生子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神看见这人的罪恶很大，众人所想的尽都是恶，于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所以就要用洪水来消灭来灭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异人，就是诺亚啊，诺亚是一个划时代的人，他没有跟那个时代同流合污。那么我们要再详细说一点诺亚啊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，对美国，对西方，也包括对我们整个人类啊，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见解，那就是说，那在水里头淹死那些都是性混乱、性败坏、性自由、性解放、同性恋、这个婚外恋，
等等等等，都是这样的人。因为，人说乡里尽都是恶啊，这个交合生子，娶来为妻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在这里行自由。那么这个挪亚是个什么人呢？挪亚是，这个挪亚和他的妻子、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三个儿夫是一夫一妻的，是一夫一妻的，是一男一女的，是这个进入方舟的，是一公一母的，是七公七母的，是一对儿一对儿的。这些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仔细这么一想啊，这就是神的婚姻的律，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公一母，一对儿一对儿，是这样的啊。并且方舟里边是什么呢？是一间一层一层一间一间的，说那挪亚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人，其他都被淹死了，但是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啊。那我们不再说别的了，亚伯拉罕是个划时代的人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个划时代的人呢？所以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就是洪水以后，这个人们都要造一个巴别塔啊，来炫耀自己的时候，神把这一个预言混乱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建造了，就按照各自的宗族方言立国，那就是城邦，世界历史上的城邦，一个城一个国家，一个城一个国家，这国与国国一个城一个城，国与国之间呢彼此争夺，弱如强食。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，哎呀，亚伯拉罕说住的那个加莱地的五二城啊，这个周围的城邦强大了，把他了这个城拆毁了，楼国不国城，国城不成城，家不成家了。那等到他们强大起来的时候，又把人家当成殖民地了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看见日光之下没有有根基的城，没有不震动的国，没有永远的家。他对这个世界啊已经看清楚了，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性质他已经看清楚了，他的世界再没有留恋了，日光之下他没有留恋了，但是他没有颓废啊，他就仰望神，在日光之上有一个有根基的城，有一个永远的家，有一个永不震动的国。说亚伯拉罕是这样信上帝，所以神就成为他的义啊，神就称他为义。那于是就呼召他，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神说这是他的地方去，到那儿里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是对的啊，往哪里去的？跟着主是对的。引着他这样过一个只搭帐篷离开那个繁华的啊那个世界的大城，他过一个走旷野的道路，过帐篷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。所以神向他显现的就是说啊，国度要从你而立，君王要从你而出。这个国度是啥？永不震动的国啊。这个君王是啥呢？就是永世的君王。因此到了马太福音里就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基督是这样啊应许这个天国王，应许这个亚伯拉罕的啊君王从他而立，国度从他而出。啊，感谢神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，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干燥无味啊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犹大生他的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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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莱西谢拉，然后等等等等啊，生来生去，生到这块十四代，生到那块十四代。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原文说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然而以撒生雅各。这中间有一个介词，就是说
不是。啊雅各然而生犹大，里头有个后中间有个然而，都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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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啊就然而就是然而这个还不是，这个还不是。所以有生啊，所以有生。一直说称为这个基督的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，不是男人生的，是女人生的。这就是必有这个女子怀孕生子，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这样来的，这样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约翰就在旷野预备他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。所以说在这个重点呢，这个马太福音三章，感谢神，这是一个天国的一个开国的大典啊，天国君王的就职仪式。这里边有圣父，有圣子，有圣灵，有毒蛇的种类，逃避将来的愤怒，又有这个划时代的啊，这个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啊，天国最小的比他大的这个约翰，使徒约翰，这个先锋啊，这个先锋。所以这样一个场面是多么样的神圣啊，是多么样的神圣。那这个这是这个一个是天国的君王的就职典礼，也可以说是天国的开国大典，是这样开的啊。那同时呢，那这也是受洗的意义。受洗是干什么？受洗进天国的啊。受洗进天国什么意思的？旧人死了，埋了，新人活了，活出来是新造的人。这是我们死了，我们埋，叫我们死，我们埋吗？不是的，叫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，为我们做成的。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他的埋葬是救人灭绝啊，他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，永永远远做我们的中保啊，做我们的活祭，所以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个一切。那这个这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啊，这个马太福音。那么我再说最后的就是圣餐是耶稣真是要立性了，那这是个仪式啊，这是个仪式，我要啊，这个洗礼是个仪式，我们理当这样，我带着你们的罪啊，要这个有这个仪式，表示我来了是为你们死的。那到圣餐的时候就真死，真要死了啊！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设的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纪念我。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，是你们罪得赦。他果然留下了这样一个叫我们纪念他。接下来就被交给，就兵丁被兵丁压抑，受身各个他的路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三天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这就历见了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，成就了十六节十七节。他的这个宣告，这样他完成了，实际上说成了，他做成了神所预定的这个救法。感谢神，所以你们都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啊，这个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性相，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性相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必为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
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下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将荣耀归给父神。好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。那转回来，我这一段呢，我不断地提到我们中国教会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在苦难中啊，甘心效法主耶稣基督做活祭，就是担当代替加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排害和苦难啊，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如同羊在剪毛人手下埋然无声，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一义的担当代替我们不义的死了的这个行为，主动了父神慈爱怜悯的心肠，使他给人类施下了救恩。约拿耶稣基督为赎罪祭，给整个人类施下了救恩，我们人类才有啊重生的盼望。初代教会啊，历代教会，我们中国的圣徒们也是这样的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陪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这是什么样的性质啊？我们从名义上说，我们很好，很容易的说啊，这是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主，我们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对。但是在真理上是什么的？就是陪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的性质是，你担当代替了那些加患难给你的人的那种罪，你承受了。你是一个像羔羊一样承受了，当神看见你为义受逼迫，为他受逼迫的时候，这就主动了一个父神慈爱怜悯的心肠，给这个世代施下了救恩。那这就是这个真理啊，我求主将那四真智慧和七十的灵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真知道他。那就是说，叫我们啊，父母与夫妻之间彼此担当代替，成为一个代赎者的生命啊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担当代替，成为一个代赎的生命。感谢神，这个像耶稣一样，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啊，同事之间，那我们到了伊斯兰教。到了新疆，我们到了西藏，如果是有一天，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担当代替代赎，陪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胁的话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像羔羊一样啊，是一个献祭的生命。献祭的生命就是那个献祭的人按手在这个头上，然后把他杀了。那如果是我们在新疆，在西藏活出这样生命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什么生命？耶稣基督的体现，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体现出来了。感谢神，那就是一个无人不以为然，无人不以为然。穆斯林也以为然，哦，这个人真是个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跟随者。西藏民，佛教徒藏传佛教，那他们也会看见，哦，这个人是一个，他也以为然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任何的宗教，无神论、共产党，我想到今天弟兄带来这个消息，就表明说，光华所说的，这几十年来，他们看见基督教、基督徒在各种各样惨烈的逼迫中没有说话。干啥的？就是担当了他们，代替了他们。他们知道，这是一个担当代替，是个羔羊，啥也不体挑，啥也不抗议。所以他们才，我就抓住弟兄说的这个话，我们要信。啊，你宣教士可以到新疆去，宣教士可以到西藏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他们的智慧了。不管他们是
为着什么样的目的，他们至少有这样一个认定，这个认定是从基督的生命啊，羔羊的生命，献祭的生命，担当代替的生命中而应得的这个见证，是他们看见了。哦，感谢主。这个马太福音，这个天国的君王啊，就是做这样的君王。说做君王可不是，胡无河流，叫下群下来服从他，而是这个担当代替，啊，有君王从你这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，是一个牧养的，一个生命。感谢神。所以那再转回来说，如果是，真是到那个时候，不管是这个密云这些这个基督徒神的仆人们在这里，他们装备好了回去了。如果是他们能够在中国执政的话，这个执政也是一个担当的、代替的、代数的牧养我以色列民，像耶稣一样。若是这样，就真是有福了。若是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各种各样人的这个拥戴仰望，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资本，把他们造就了啊！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皮肤，幸福乱其所为，空乏其身，增益其所不能，把他们抬到一个政治的高度，他们一到那里就改变了所以说，那么我们。它是一个基督羔羊的生命，那就会走在哪里？感谢神叫人误人不以为然，所以我们就再回到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提摩太前书3:15-16，你该知道当时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，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如神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阿们。我们若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这样。阿们。我们分享在这里，还有几十分钟的时间，咱们大家可以再提问题啊。好，我们再好，我们提问题。